乜嘢苦啊？你自己唔食菜，教俾阿爸扮曬嘢啦你。即係你各夾曬啲蘿蔔糕俾阿爸啦。阿爸中意食蘿蔔糕。唔緊要，你兩個夾俾我都中意食。又想住買電腦呢部咁貴嘅咩呀？你上個禮拜就買咗啦。我嗰部壞咗，我先買咋，你嗰部都未壞。咁唔係就係我用啦嘛，爹哋都可以用噶。細佬啊，又幫手攞嘢。係，得嚟啊嚟啊嚟啊！哇，好靓啊！今天的天真的好靓啊。如果有一家人都可以这样就好了。是啦。拍个照啊，另外来啊。行快点行快点。等等等等。哎没事。哎呀你没事啊嘛。你没事啊，痛不痛啊？痛啊，我怕。痛不痛？你唔好太难过啦。点解啊？冇咁难过。点解会咁啊？你系咪搞错咗啲乜嘢啊？宁静在于我，仿佛很遥远。但当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时，感觉很震撼。然而时间上的限制，让我明白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事情是什么。唉，如果比赛是我，都不知道怎么办。不要那么灰啦，如果作者好像你那样，就连最后可以和家人开开心心的时间都没有了。那就是。不如我哋去文具铺买笔啦，好啊。陪在我哋身邊，又或者好似俗語話齋，佢可能變咗一粒星星，陪在我哋身邊，日頭就有啦。